据燎原，出生于魔界边疆的罕戎族，自小为了生存经历无数生死关头，更在战争中眼见无数生命流逝，因此立誓要成为魔界之主。这弱肉强食的世界中，强者为尊成为他一心奉行的信条。在这样的野心与抱负下，他成为异端魔的首领，一心要杀死天魔，夺得主导权，带领魔界走向兴盛。当年与半天燕攻上灭度梵语，半天燕却受杜氏三妹成为半度元，在孤烛燎原安排之下，半天燕终究恢复魔身，而谋士之首逍遥替他谋划。如今到了起兵时刻，他成功擒捉天魔，并欲将天魔的不死之身摧毁，但在天魔与白无垢等人的算计下，孤烛燎原并未完成夺权大计。他与天魔一战，在理念冲突、生死交战间，最终惜败。眼见天魔对魔界立下的承诺，以及为了异端魔的众兄弟们，他选择归降。之后便协助夺回魔脉，与各界冲突。孤烛燎原是否完全真心归顺天魔？烈火再来又将席卷何处？欲知结果，敬请期待《霹雳战魔策》。